过年这段时间，要是你不知道吃什么的话，我告诉你，今天这道菜绝对的受欢迎。选择的是新鲜的牛腩、牛肋条入，加上这种新鲜的土豆一起来烧，好吃得很。这道菜呢，可以说得上是非常经典的川味家常菜，但是真的也是百吃不腻哈。清洗干净后来切成块，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年过年呢，这个牛肉还没有涨价。平时38，过年的时候买还是38。切好过后下锅焯一下水，姜葱、料酒。焯开过后，把这些浮沫全部都打掉，再煮5分钟，捞出来清洗一下忌口。香料来一点八卦、大料、苏子叶叶、苏子皮皮、去籽的草果、干辣椒、干花椒。葱节、姜片，再额外的来切一点姜葱蒜末。名扬火锅底料，再来切上一点。锅内来上一点油，七成油温的时候下牛肉，大火快速的煸炒。烧牛肉想要好吃的话，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哈。牛肉炒至表皮开始变色的时候，把准备的香料倒进去，一起炒。当我们闻到香料味特浓郁的时候，烹入半勺料酒，再收1分钟，将它转入高压锅里面。再另起锅来上一丁点油，下姜葱蒜末、四川豆瓣、名扬火锅底料。全部都炒香，并且炒出颜色过后，加入水、生抽、酱油、一勺糖，烧开过后转小火，给它熬煮过10来分钟的时间。熬好过后，用一个漏瓢稍微过滤一下，渣子的话漏出来不要哈，避免烧出来浮起浮起的。盖子扛起来，上气过后用小火先压18分钟，这时候来把土豆切一下。我这个是用的新鲜洋芋哈，烧出来口感好，就切成这样子的坨坨。锅内来上一点油，土豆的话给它炸一下，油温烧至5成热过后，把土豆放下去炸，这样子炸一下，等一会儿咱们烧出来它就不会出现那种浮起浮起的，还有荤汤或者很容易烧烂这种。差不多炸了6分钟左右。用漏瓢漏出来控油就行了。牛肉压好过后倒回锅中，把里面的这些姜葱都拈出来不要，我留了一半起来哈，因为一次性的话也吃不完。炸好的土豆也给它放一半进去，用大火把汤汁稍微收来少一点，并且土豆给它烧入味，汤汁收来差不多了，撒一点蒜泥叶叶，活断活断的就可以关火出锅。这牛肉烧来真的是漂亮，性感的葱花，沿着边上撒一圈，最后来上一点妖娆的香菜，美味继承。非常美味的一道土豆烧牛肉就做好了，蒸制烧出来的牛肉啪烂鲜香入味，并且一点都不柴，土豆也是粉粉的、烂烂的。总之来说，不折不扣的一道家常下饭菜。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过年这段时间烧牛肉很受欢迎，因为它没有肥肉，不喜欢吃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杀过了。这样，我现在帮你们尝一下，整一个这个新鲜的洋芋。我说好嘛，4块钱一斤真的是值，好粉好烂。这种新鲜的比那种2块钱一斤的老洋芋好吃太多了，牛肉。也是够趴、够烂、够入味的，80。这味道真的是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就是太美味了。我觉得光吃这个菜，再来一瓶饮料的话，就能够吃饱。做的就不说了，我就去悄悄的开一瓶饮料了。我是蒋念，下期再见了，拜拜。
今天一个羊头一个羊肚哈，我小姨子说想吃羊头火锅，给他们安排一顿正宗的四川火锅。这个羊头它是没有怎么刮毛的，全靠烧的，烧了之后这样先来挂洗干净，和我们四川的不一样，四川的都是毛挂得很干净。这个羊角里面没肉，是空的，把它也一起砍掉了。这个毛的话还是没处理到很干净，先焯了水，等一会儿把有毛的地方给它剃了不要就行了。这里的话还有一个羊肚哈，等一会儿一起给它弄出来煮在火锅里面。我用这个高压锅把羊头和羊肚先压一下，等一会儿才要取肉，还有一个就是吃火锅的时候嘛，趴得比较快一点。这个羊肝等一下拿来涮嫩，羊肝切片，然后码点淀粉，等一会儿炒汤底的时候还是切一点我们的这个四川泡菜，自己泡的哈，萝卜缨缨泡姜。在我妈的菜园子里面拔一点香菜，还有那个白萝卜回去煮在那个羊肉里面。我这萝卜给它用到干啥的嘎？看看我妈种的菜的品种还多哦，这个不知道是喊的什么萝卜。全部都压好了，还是有半盆肉，等一会儿让它稍微冷却之后再来取肉。这边上有点毛没有烧到的，等一会儿用刀把它割来不要就可以了。没事，毛进不毛出。这个火候刚刚好，取还挺好取的，就是有点烫。这块肉好安逸哈，就是我们喊的羊黑桃肉。我小姨子偷吃了，她说没有放盐都好吃。这个是菜籽油，稍微多一点。这个花椒是我丈母娘上次从四川带过来的，都半年了，多放一点。刚才切好的姜、葱、蒜，还有泡姜、泡椒这些，再搞一勺豆瓣，让颜色红一点。绵阳的清油底料来一袋，再来绵阳的牛油，技术不够，全靠底料来凑。这个两包绵阳下去，哪怕煮个拖鞋都好吃了。没有醪糟了哈，咱们就不放了。把刚才压羊肉的原汤倒进去，锅有点小，还没有下入就快满了。这闻起来还蛮香的。这个是地道川味，就是料不齐哈，还差醪糟儿，大葱节，等一下呛油的话步骤也省了。其实吃地道川味的话，感觉在外地啊，好像做不出来，就是调料缺陷，就是调料上面差一点。毛油啊，提鲜的，酱油也是提味增鲜的，谷氨酸钠再来上一点，加湿有限，就用这个锅直接装了。咱们今天煮的是冷锅的，直接一起煮熟，因为等一会儿上桌再煮也不麻烦。再来点火锅粉条，看起来是有点巴适的哈。煮过六分钟左右，把羊根全部滑下去。肉实在太多了，与其说火锅的话，还不如说就是一个红汤的菜。马上就要准备开饭了，菜也放进去一起烫了。最后的话是来一点香菜，既可以去除羊肉的膻味，然后又可以增加香味，还有就是可以吃。因为不打油碟了嘛，所以芝麻香油就直接淋一点在锅里面。其实打个油碟更舒服，可以去火降噪的。小心一点啊。这个是成都风味的，不是重庆的。成都风味的。对对对。有没有盐味？有盐味。你刚刚煮的时候还说没有盐味，我煮羊肉的时候肯定不能放盐了，如果放盐的话再涮火锅肯定挂寒的。这辣味还可以接受。这种属于微辣的，我们四川吃的都不是很辣的，真的和江西比起来简直就是差远了。小姨子试一下看辣不辣。这个是羊肝。羊肝我做的是我们四川那种很嫩滑的，不是那种
放的红薯淀粉，放生粉也可以，是不是很嫩的，不是那种死板板的口感。有没有吃过这种口感的羊肝？用来炒的话也是这样子，麻了粉之后炒。第一次吃四川口味的饭。不是重庆啊，川味的，重庆也是属于川味，但是重庆的味道和成都的味道有一定区别。新年快乐，来来来，新年快乐。好，就我们三个。这辣的。好了，这个羊肝真的好嫩好嫩好滑的，幸好没有煮老的，本来我是想和汤一起煮的，但是我害怕影响汤色嘛，然后就是滑的。粉太少了点。来喝一个。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是不是觉得外面卖的牛肉根特别的好吃，但是你吃到的牛肉根它不一定是牛肉做的，有可能是鸭子肉做的，或者是用鸡胸肉做的。今天咱们就整了一点相应的牛肉给大家分享一下纯正四川麻辣牛肉根的做法。27块钱一斤的牛肩肉，在永辉超市买的，先丢到这个水里面泡过两三个小时，把牛肉的血水全部都泡出来。这时候来准备一点姜葱蒜，切成这样子长节长节的，姜切大片，大蒜子轻轻的拍破，洋葱切丝，香菜切成这样的长节，青的二荆条轻轻的配一下，再切成节。牛肉泡好过后就要来切一下了，片成这样子大片大片的。第一块肉切完了，来切第二块。还有一点就是切的时候尽量切来均匀一点，到时候晒才比较均匀晒干。切好过后放到蔬菜里面一起，食用盐一定要一次性加够，如果不加够的话牛肉会臭。糖、胡椒粉粉、大料粉粉、八卦粉粉，再来一点毛油、生抽酱油提鲜增味的、绍兴黄酒，用料酒也行，活转活转的，先给它腌制一晚上的时间。记住一定要活转，黑气的抓匀净。牛肉腌制好了，现在把它拿出来晒，晒的时候把衣服在上面的这些蔬菜全部要弄掉，全部都穿起来过后用钩子这样把它挂起来，自然的晒干。家里面有烤箱的也可以用烤箱慢慢的烤干，不过没有晒干的香哈。牛肉干晒了两天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水分基本上已经脱掉了，但是还没有干哈，颜色变得比较深了。牛肉根大约晒了7天过后就是这个样子了，已经干了哈，现在就已经是牛肉干了。并不是说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哈，因为它现在还是生的。那么我们要来处理一下，用剪刀把它剪成一条一条的，因为比较干，刀切的话不是那么好切。听我说，手牵手，我们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今天就会分离，明天就会过继，今天你要嫁给我。全部剪好过后，放到蒸锅里面，哈开哈开的。因为是生的嘛，所以要蒸一下，把它蒸熟，盖上盖子，上气后用小火蒸半小时。牛肉根时间蒸的还差不多，揭开盖子，先取出来晾凉。冷却过后，这个牛肉根呢就算做好了。家里面有烤箱的，可以再用烤箱微微的烤一下，把水分烤掉，或者是再拿去吹过半天的时间就行了。这个牛肉根就是正儿八经的牛肉根，用手撕着吃。压抑得很，不是什么鸭子肉啊猪肉做的，绝对的是巴适的板哈，并且零添加，吃起来放心得很，香得不得了。拎起锅来一丁点油，辣椒粉一勺，先来炒点麻辣的，花椒粉、八卦粉粉、大料粉粉、孜然粉粉。如果喜欢吃干辣椒款的麻辣牛肉干，就再额外的来上一点干辣椒丝，用最小火慢慢的煸炒，把辣椒、花椒以及香料的香味煸炒出来，沾在牛肉上，全部都炒香，这下关火出锅就可以了。原味和麻辣味的牛肉根都做好了，
从大家的角度来说，你们会更喜欢哪一个呢？我是一个四川人，肯定更喜欢这个麻辣味的。嗯，好香哦！我日后嘛，我日后下酒的话，吃起笋干硬得很。追剧的小零食，很香，但是一点都不柴。然后因为这个是纯的牛肉嘛，牛肉的味道也很浓郁，不像那些假牛肉，根本就吃不出牛肉的味道来，靠谱。如果比较喜欢吃牛肉根的，你们就自己收藏着，就这样子搞，绝对的没毛病。多的不说了哈，我是想念。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还有家里面有烤箱的朋友就可以不用晒了，腌制好之后放烤箱里面慢慢的烤，把它烤干就行。你个嘴娃子干场干到现在才回来，都11点过了，别个都开始干中午饭了，我还以为你今天中午不得回来呀。给你买了一条这个很要打的鱼，最近喜欢吃这件烧物。这么晚回来跟买鱼有啥子关系啊？悄悄的告诉你们哈，今天早晨起床的时候，老板打了我一顿，他说梦见我出轨了。你们看，像我这么老实的人怎么可能出轨？我是寄给老板买鱼了，说回来晚一点，主要是摸了会卡尔条。这个老板一天到黑就是东想西想的，我都没有跟哪一个同学联系过，那还说我跟我同学出轨了。还要抓紧时间把鱼整起啊，这条鱼的话是有5斤多，脑壳切下来整一个老本最喜欢吃的剁椒鱼头，把它豁到豁到的，尾巴留着晚上咱们煮酸菜鱼吃。东边牧马，西边牧羊，从脑壳背面打开啊，清洗干净，全部处理干净后，在这里入厚的地方轻轻的打上花刀，来一点盐、胡椒、鸡精、料酒，配上的姜葱，在鱼身上不停地抹，翻一面也是同样的，磕到一边先腌制10分钟，准备点泡椒，先切一下后来剁碎，2斤条哈，这样子辣味才不是很辣。四川泡姜，都切成这样的小口口。这个辣椒就是做剁椒鱼头的剁椒，我们去年自己剁的。具体怎么做可以翻一下我往期的视频，也可以超市里面买一瓶一瓶的，来舀上个半碗。再来一点甜椒，切成小口口，葱王也同样的切成小口口，用来提香的也很好吃。锅内来上一点菜籽油，再来一点猪油或者是鸡油，先下剁椒还有泡姜泡椒这些，因为我这个剁椒里面是含有蒜的，所以就没有额外的宰蒜末进去了，一定要稍微多炒一会儿才能把这些料的香味给它逼出来，炒出香味和颜色，把葱王壳壳还有这个甜椒壳壳放下去。因为今天的这个鱼头可能都有3斤，所以料炒的比较多，关火，生抽酱油、蒸鱼豉油、糖、毛油、毛毛醋提一个鲜味，活转活转的就可以倒出来了。腌制好的鱼脑壳装这个盘里，再把炒好的剁椒料舀上去，等一会儿蒸好了再来换一个盘子，因为这个盘子有点小，用大盘子的话咱们的蒸锅又装不下。蒸锅里面水开，上蒸锅，盖上盖子，旺火蒸10分钟，鱼头的时间蒸够，揭开盖子出锅，看起来就通红通红的，好漂亮。轻轻的给它转入这个大点的盘子里面，好烫。最后来给它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就可以上桌开吃了，不需要再淋油，咱们炒的这个料就这样子蒸了之后好吃的很。咱们今天的剁椒鱼头就做好了，蒸子蒸出的鱼肉哈特别的入味，因为腌制的时候就到位了，并且鲜美细嫩，看起来就是红红火火的，超级漂亮，吃起来那真的是美滋滋。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经典的川味做法哈，有时间的时候咱们自己去告一哈，不喜欢的就只有免费看完，三个了。你以为捏个猪脚杆啃起了哎呀真的呀，有点暗了。麻椒鱼头吃很大一个鱼头，我准备的鱼头啊。
买了个五斤多的鱼。光买鱼头的话，这个鱼头比买一条鱼都更贵。光买鱼头18块钱一斤，和鱼一起买10块钱一斤。光买一个鱼头的话，可能就要差不多60块钱，每一条鱼才50多块钱。随便在那儿乐样子，你光买鱼头都比买一条鱼更贵，浙江是不是？还是不能吃鱼头，你那是浙江只吃鱼头，鱼身都不吃。像俺那种那个种，只要你接到些，就卖得便宜了。不是更贵，你光买个鱼头比买整条鱼都更头贵。我看到那个人买过，整条鱼还跟头的相应。你看这个姜都出来粉红色的了。那个泡菜里面泡了腌制萝卜。啊，这个姜。这鱼当然杭州人应该也得很味道，有点微辣。你在听大家吗？那你给大家笑一个噻，招呼一下噻。腌鱼吃了呗。嗯。今天最大这条花鲢都被我买走了。今天你咋子那么舍得下本钱买条那么大的？平时你都是买条那么大的。大牌赢了钱。不乖了。你不乖了。这个是全是大鱼，看漂不漂亮？好大一个，和你的脸蛋一样的漂亮。嗯，那里，妈妈，那里，那里，这头上吗？不是，那里。我站在这里，我脚都要发抖。哎呀，嗯，来，刘浩宇拿篮子来，快下来，快下来，我看你这种是。吓人的很，丫丫都披得稀巴烂的，我来摘。今儿还早哈，回去整点蛋糕来吃哦。我是做不了蛋糕哦，未必你还做得了蛋糕啊。我不管哦，反正网上那么多教程，你就买点蛋糕粉回来，拿点钱去嘛，拿5块钱去，5块够不够哦？哦哟，老板的钱还多，我要5、9钱买两坨棒冻肉肠在那里，要10块钱才够的哈，5块钱够不到。就5块钱够啊，老姐。买个蛋糕粉又找我10块钱，我又添5块钱零用钱进去，老板算太紧了，硬是的。来，老板粉给你买回来了。哎呦，你搞多快嘛！上了你鬼子的当，本来说是你做给我吃的，还变成我做给你吃。把蛋糊烂筋全部输了一堆家。你吼啥子呀？你要问题你来做。我做是你要做的嘛？我没有说我要做，本来说是你做的，今儿又变成我要做，本来我就做不来这些东西，你又不做给我吃，也不晓得你买的这个粉要不要得哟。我只晓得做蛋糕用低筋粉，我买是低筋粉，要不要得我就不晓得哈。网上说是说是5个蛋黄100克粉哈，来验证好看。再来100克的纯牛奶，把它烤散。我看这种情况，都感觉好强，等下要翻车。翻车就怪你买的粉不好哈。再倒点油，倒入白糖，开始时加20克，大泡时又加20克。看老板儿的抓手抓脚的，真的，我真的好想叫他让开，我亲自动手算了。你不亲自来动手，看着都难受。刚刚我看见好像说起泡了过后又加糖，怎么总感觉打不起那种白色的泡泡呢？是不是翻车了？你在里面搞那么多蛋黄进去，怎么能打得起？那重新倒掉，重新打过。估计是我人不行哈，现在换人。把刚刚的几个蛋清倒掉了，重新打了几个蛋清，再次挑战。耶，看来还真的是我人不行哦。挤点柠檬汁哈。倒嘛。加了3次白糖，那还是我凯哥厉害耶。这个老板我真的是服了他了，一天到黑绷起胸的不得了。早说嘛，你动手嘛，免得让我捞不丢个蛋。以前我们做那个雪花鸡啄的时候，都直接是用筷子这样子打，打来力气。哇，好成功啊，凯哥，我太佩服你了。有打蛋器，老板都打不成这个样子。我看了一下，好像倒到里面火起了，就搞得到死了。彻底被你征服了哟。倒在蛋黄里面，活转活转的。给它刷点油，这个电饭煲里面。你们看，老板刷一点油，倒这么多油出来，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说了，我不会做的嘛。条状的面糊倒进去，
这个真的是无水全蛋蛋糕。拔家不敢对老板发脾气，对这个锅发脾气总可以吧？原来蛋糕煎的吗？好像你有蛋糕煎不？看到这个老板冒火的很，什么东西搞又搞不来，还喊我去买点蛋糕粉来搞，咋砂锅还是我来搞的？那是你不要生气吗？我你都说了你煮给我吃，不是我煮给你吃，知道吗？我很服你 ，I服 you。蛋糕已经跳了，打开来看一下什么样子的。哇！失败，没有失败哦，不知道，不是这样子什么样子的？闻起来的话真的是香得不得了，它始终要保持这种一点点微浮的状态才安逸。看样子的话，基本上是已经成功了，现在就是切开看一下够不够松软，软还是比较软的。这就是咱们平时吃的那种蒸蛋糕，巴适得很哦。尝一下看好不好吃？嗯，还可以，很松软。好糖哦，不糖，很好吃。是吧？有没有蛋糕的味道啊？有蛋糕的味道，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那个，不够蓬松。再蓬松一点的话，就更安逸了。再总结一下经验吧。软软的，嗯，要是都像这外表这一层的话，就更安逸了。烤箱烤的就会安逸一点。烤箱烤的更安逸。哎，你这个嘴娃子干成回来了啊？今天没有喝茶，早点回来帮着你抱娃儿、煮饭那些。你又买个礼盒干啥子？要吃吗？撑伞的嘛。这种东西就是买包装，晓得不？买盒子，那么大个背了就装一坨肉，就晓得拿些钱去搞些乌眉大眼的。我只买一坨肉是啦，烧红烧肉的。我想到明天要去起根儿，今天吃个红烧肉就差不多啊。这个不是买得起的，起哪个会买得起嘛？舍不得，等了下午。再拿100块钱我就买两箱牛奶，明天在幺姨婆里记得嘛。不是要给红包的吗？还要拿这些东西啊？你不好看的嘛，一手提过才好看。现实点，直接给红包。你们这边就喜欢东提点西提点的这些东西提来提去的，吃又不吃。不过确实是哈，我记得有一箱牛奶，我买的牛奶提来提去，提来要过期了，又提到破不来了。最不喜欢这种啊。没法的，没得呀，四个荷包一个洋中。明明晓得我不喜欢吃红烧肉的，还给我整点红烧肉，也不晓得整点我喜欢吃的。走回家莫生气啊！前两天有个网友给我留言说，他做不来红烧肉，喊我教一下，晓不得嘛？我教他做红烧肉。这一块肉一共是40块钱，一个礼盒60块钱，就刚刚100块钱。所以老板今天还是没有讨人，晓得叫账是对了的。烧了过后把它刮干净，这样子既不会有猪毛，也不会臭猪屎。做红烧肉的坨坨稍微切大一点，可以先煮了来切，更加定型好看。但是煮了来切的话麻烦的嘛。哎呦，这里还有一个猪奶奶，等一会儿给老板吃。下锅先炒一下，姜葱、料酒。这个老板终于把帽子取了。看看外面在下雨，今天又降温了。你为什么不涂口红？明知故问，涂口红给谁看啊？你这个眉毛怎么画那么长？你不要在这个对着我拍。炒开过后，煮过3到5分钟捞出来，八卦、大料、干海椒、梳子皮皮、梳子叶叶、白蔻、老姜、葱节，来点油。冰糖炒一个糖色，冰糖炒至呈棕红色，开始鼓小盆了，这时候就要注意了，由小盆转这样子的大盆就要加水了，绝对的是又红又亮。淋起锅来点油，七成油温下五花肉煸炒。在饭店里面哈，这一步一般情况下都是油炸，因为油炸快。猜猜我是谁？你是老板噻，你是谁？哎呦呀！但是不是个美女？哪个美女会来搂到我嘛？大概煸炒3分钟，肉的表皮开始微微发黄，这么多的猪油倒出来，准备的香料倒进去，一起跟他们炒香，下入糖色。今天我们的红烧肉是传统经典的红烧肉，不放香料的哈。
来上一瓶啤酒，再加一点水，丢几块冰糖、盐、豆油。烧开了过后，转小火烧45分钟，把锅盖扛起。时间到，揭开盖子，哇，这个颜色真的是爱浓爱浓，又红又亮。转大火收汁，把汤汁收来浓稠。这个时候，把里面这些八卦大料拧出来不要。收汁的同时，投滴点鸡精。火转火转，搞定。这个肉的颜色基本上烧到位了，没有哪个说不安逸的时候，真的是又红又亮，关火出锅就是。哇，真的是爱了爱了。心情比较好的话，还可以给它摆一哈，摆得撑撑展展的。哇，你们饿没有哈？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爽太爽了，并且肉能够感觉到它很滑，因为一闪一闪的嘛。来，你们先干上这两坨半肥半瘦的。来，老板抱娃辛苦了，先干一坨。嗯，这猪肉真的不柴，还好吃。你不是说就买一头肉吗？还不是给你把生活安排出来了。来，再给你一头热手点的吗？嗯，要得。还捏捏水，抱娃儿搞累呀。嗯，那个明天的，甜不甜女？好吃，好吃，又不酸，明天的。这是我吃你红烧肉最成功的一次，这是由你监督的组的。我每次做红烧肉没成功吗？学费没有啊？看来以后还是经常给你监督下这个。你这一口一口啊？嗯。再给你来吗？干脆不要。给到瘦的红我不要嘛，要。不，我不要。不，你要。马上再来吃噻。习惯人。